大家好，我是香港壮乐团低音歌谱首席戚宏伟。在信鸽一族音乐会中，我将担任低音歌谱独奏。乐曲是《高山流水绝弦》。这个作品是史富鸿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委约他来给香港壮乐团作曲，是世界首演。他的这个作曲家的灵感来自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琴仙俞伯牙和樵夫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遇知音》的传说。这把乐器呢是环保低音歌胡，它的皮呢是完全是环保皮，不用那种原来那种铆皮，所以说现在这个它的发音呢非常的敏感。这把琴呢是专门为了这个音乐会来定制的一把，就是 solo 低音歌谱，所以它的整个的板非常的比原来的那个乐器要薄很多，它的声音非常敏感。